好好喝、啊。嗯，好好喝啊！对啊，可以，厉害，很好喝。啊，客人坐这儿，这个是他们的吗？怕很快凉掉，这给他们的配菜，就出来可能更快。这是他们的配菜吗？对，在这里。好 ，OK。哦，哇，哎，好看呢，是不是？这个摆的整个，是吧？好了，我接完单就给你们吃喽。好哦。嗯，可以啊。嗯，等一下再加那个辣椒什么就好了。那我把它补锅。可以。OK。这够大吗？可以。因为半分两盘。OK， 好。对啊，反正没员工餐嘛。OK。哦。没事。小心。太急了，给你们吃。嗯。请坐。好浪漫哦！那你加点 whisky 吗？还是哇，我不要再喝了。请我脸会红，不好看。好，哇，我们坐这边，哇，对，慢慢享受这个海景。哇，这很高级耶，好高级哦，有点小小浪漫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外面，真的，第一次在外面吃，之前都在里面吃。啊，那修煮好了没有？会冷还在炒，会冷掉是不是？我也这么担心。修先来吃啊。嗯，对啊。员工餐，我们等一下再。员工餐没关系。员工餐我等一下再煮给你们吃也可以。我们下班还有员工餐。他说这个鸡汤熬了18个小时。那赶快喝啊，要不然冷掉真的会不好喝。那就先喝汤好了。对，我们先喝汤，不是因为冷掉真的不好喝，我们也试不出它的真风味。可以，我要修了啦。是吧？直接一口，好好喝，好好喝、啊。嗯。好好喝啊！可以耶，厉害，很好喝。小哥，謝謝，在你了，我来了，我蛋好装盘，哦，就好了， nice、就好了。好了，吃饭喽。你赶快先去做好吃。我来了。我来了。哎、欸，赶快来！不是，先喝汤，因为怕冷，吸不出味道。Bonjour， 你煮的，是的。哦、oh, ，你可以帮我在背上签个名吗？哎、欸，真的。我帮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鸡汤，熬了18个小时，真的，有干贝，有香菇，然后来自台东的鸡，是。哇、oh, ，好好，你还是你把那个店家的电话给我，真的，我可以带一包回台北。然后我们再来这个红烧鸡，是我爸爸教我的拿手菜。哇、oh. wow.。哎、欸，你骨头都是蒜炒高丽菜，对啊，骨头都是真的熬非常久哦，好吃吗？所以做他们的我们都没有这么夸张。红烧鸡平常其实卖相会更好看一点，因为这是我用熬的，所以它有点散掉了。你赶紧做起来，你吃看嘛。嗯，真的好吃，嗯，真的厉害。你怎么做？你把那个 recipe 给我们？真的厉害 ，Thank you， 真的厉害。客人吃的开心，真的啦，真的，把电话留给我，真的我也需要。那个就是清冰箱，看起来很寒酸啊。那个就是清冰箱，随便吃一吃就好了啦。因为我们今天有去做清航机这个惩罚，你们也要惩罚这个。没有，我们喝口汤，浩轩快点，我也想喝，我想喝。真的，好好喝，好吃。那就是汤，哇，喝了你会怀念的。哇，再喝一口，再喝。有，太好喝了。你们是客人、欸，你可以再煮一锅吗？等等，哇，这好赞哦！那边就不用介绍，那边就是冰箱有什么就煮什么，你们就吃一吃哦。Oh man， 可以吃你们吗？可以啊，红烧鸡。啊，对，没有，很入味。这煮很久吗？煮今天熬了有一个40分钟。好好吃、哦。怎么煮的？张总，你真的是商业水准哎。你这不是家常菜，而且还会摆盘。你这真的是家常菜，好感动，好感动，好感动哦！真的，我敬你，我用汤敬你，好好喝、哦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我们吃完就下班了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今晚过后你就不想回去了。什么意思？